这是一部充满天使帮忙的喜剧，感谢小刘医师的精彩援助以及每一位协助的医疗顾问。第58届金钟奖戏剧节目奖得奖的是村里来了个暴走女外科财团法人公共电视文化基金会共同投资人刘小晴女士，在本剧受到疫情影响的时候补足剧组搭景的缺口。这是一部充满天使帮忙的喜剧，感谢小刘医师的精彩援助以及每一位协助的医疗顾问。村里来的暴走女外科用温暖诙谐的喜剧唤起大家重视医病的关系，为过劳的医护人员发声，感谢观众对村里来的暴走女外科的喜爱，希望未来有更多年轻人加入外科的行列。妈妈，你麦克风没有声音哦。妈妈，来，过来。妈妈，我跟你说哦，你今天现场这么多人，你穿这样，爸爸不会有意见吗？我想说，就是这么多人，应该要穿得有礼貌一点啊。哦，安尼叫做有礼貌哦。哇，现场很多人很有礼貌哦。你的命中带金嘛。哦。啊，这个跟他同齐入围哈。嘿。啊，这个命中带。来，你看。带赛。不是啦。在命中带宅，阿妹是做拢是稳的，阿你嘛是就会晓趁钱啊。怎样？我要去哪里？我要找桃子姐，她带好多狗狗来呢。妈妈，你麦克风没有声音哦。妈妈，来，过来。妈妈，我跟你说哦，你今天现场这么多人，你穿这样，爸爸不会有意见吗？我想说，就是这么多人，应该要穿得有礼貌一点啊。哦，安尼叫做有礼貌哦。哇，现场很多人很有礼貌哦。谢谢谢谢，桃子姐姐，恭喜你入围，送你一颗棒棒糖，祝你得奖。啊，我是男生，我比较喜欢女生。姐姐给你，啊，好棒好棒哦！啊，那个，我发现哦，你很有礼貌的在看着我妈妈很有礼貌的地方哦，阿公。哎呦喂！等一下，等一下，他不是阿公啦，他不是阿公，阿公在这边啦。哦，你不是阿公啦。阿公，阿公，你很红，而且很有钱。听说你包了100万给你的 partner， 哇，好有钱哦！啊，听说这个姐姐跟这个哥哥如果结婚，你要包200万，哇！这不看了，这两个不看好的，哎，不看好，但是今天节目看好就好。忘了跳，赶快跳，没有缘分的妈妈。没有哦，不行，我今天就是要撮合，我当媒人公。妈妈，我干脆嫁给他好了，你改嫁他，搞不好给你3亿呢，好不好？还是先这样算了啦。不要，没关系啦。为什么不要啦？我也是很想要自己坐在这里，像台下有一番事业啊。哦，你想当主持人哦？妈妈，你来。去哪里呀？妈妈来啦，来啦，来来来，来啦。哈，那你如果要当主持人，你就不能主持《饥饿游戏》哦。为什么？因为你就爱吃，你没看没腰。妈妈，有人混进来。哪里？那个哥哥啊，他是得金曲奖的，干嘛来金钟奖？哎呦，那是因为他入围了综艺跟实境节目主持人呐、啊。我们今年有很多挂件，好不好？有歌手，有演员，有瑶瑶，我们还有我们的猪头皮老师、陈明章老师，还有我们的演员韦静，还有佑宁都有。哦，是哦，好厉害哦，你们。对呀，啊，嗨，
还有导演啊，导演，那导演我认识啦，但是我要先说，妈妈，她是我的老婆。她是我的婆婆啦、啊、对了对了，我的婆婆啦。我的婆婆还有她是有生之年的妈妈、啊、陈小姐陈小姐陈小姐啊，导演你那个淑女养成记好好看哦，我妈妈也想当艺人，导演你好，她可不可以演那个淑辣养成记可以吗？啊，你又尴尬了、哦。你再不要再说了啦。哦，阿妈不啊啦。综艺大奖奖落谁家？今天为了我的亲戚好友们，我请来了一位大师啦。我们有请大师。请我咯正心灵。哎，这位信路，你拄只叫我什么啊？哈，大师。今仔日这个场面，大家拢嘛想要赢，什么叫大师？啊、哦，啊，对不对？嗯，先呢，你们讲差不多。你何请我出来要做什么啊？先呢，我的亲戚哦，哪一个会得奖啊？亲戚哦，嘿，多几个。不啊，小姑 Sandy 咧，我、哦、这个 Sandy 哦，嗯，哦，我叫做 Sandy， 你叫 Sandy， 安尼有缘哦。哎，来，大家甲看，看伊这个面相，前哭金，后哭银，下怀好好咧出世带财库，因老爸才有钱，拢是受伊滴的。哦、你讲有准无？无啦，你家己有哪有拍拼啦？准啦吼，所以这组。问呢、嗯、那我的小妹跟邻居呢，这小妹哦、喔、哎呦、嗯、啊这个古尼就对了嘛，对啊，露露古尼就对了，这个命中带金嘛，哦啊这个跟他同齐露的、喔、啊这个命中带来你看带晒不是啦，这个命中带财、欸，所以这组这三个一啦，稳的啦，稳的啦。那蛋姐、欸，啊，我的小嫂，真的，这个查某囡仔啷个有入围呢？啊，甲去年那个金钟奖主持人、啊、对吧？丢啦丢啦，这个叫啥？曾宝仪。哎、欸，这叫做香露临门，这嘛稳的，稳啦，哎，稳的，阿哥嘞。过来是家啦，我嫂嫂 Melody。哎、欸，伊拄啊穿迄梳嘛正水呢，今天嘛正水哦。嘿，一、這个哦、喔，一、這个柳叶白零角嘴，那无互伊得奖，伊就大心亏呀。啊，嘿，但是边啊坐迄个，家己讲伊是，伊可能是半仙吼、喔，敢有需要我算？可能唔免啦，你家己算啦。你有问无？问的有两种哦、喔，问的吼、喔，问的啊、喔，哦，问的吗？啊，这。这都不是你做主的啊哈！嗯，啊，过来，我姐妹啦，怡佩跟慧茹啦。哎、欸，你亲戚哪会较济哈？我很喜欢亲戚啦。你倒位啦？家啦！哎呀呀！我的金光强强棍，乌鱼炒米粉。哇！你看，你看这个乌先生，头大面似风，倒大鸡仔王啊！哇！嗯。我先，你敢那伫这个业界真久啊？哈，啊你哪会拢叹未先啊？哦，不是，我嘛不爱。你嘛不爱？对啊。啊，到底是为什么？因为兴趣啊。兴趣？哈，大家拢嘛在讲，无钱你敢未来？你甲接一个。哦，嗯，是为着传承啦。丢啦，传承啦、啊！瓜哥带着怡佩还有慧茹，你看宪哥也是带着露露还有汉典呢、啊。哦，那是七点，都甲因两个婆仔鼓励一下，为着传承呐，对啦。所以看起来，这组嘛稳呢，稳稳呢。啊，每一组拢是稳呢，啊，你嘛是就会晓趁钱啊。人讲厉
人为财树鸟为食无？无钱我嘛袂当来。若要算看倒一组，你问我，我跋杯哦，无心气了个，互我声搁来一个。问冰心啦，莫问我啦。好好好。